炎炎夏日，蚊虫肆虐，家里户外防蚊究竟有何妙招？发明人发明的驱蚊灯究竟能否有效地驱除蚊子？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驱蚊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你好。你好。彭老师，咱们今天要聊一聊黑夜刺客。黑夜刺客，那应该是蚊子。哎呀，您看到我的黑眼圈了吗？为什么？昨天晚上跟蚊子搏斗了一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嗡嗡嗡嗡嗡嗡的，我都失眠了。是，这个蚊子确实是影响人们的睡觉。而且这个蚊子还挑人呢，据说啊是专门盯这个喝过酒的人呢，或者是化过妆的人呢，还有这个汗腺比较发达的人，而且还有这个什么心率快呀、心跳快啊，反正可讲究了。就是你如果这个身上的这些元素越发达越明显，那蚊子就愿意盯你。所以人们就想了一些防蚊的措施。嗯，我听到过的，有的就把这个屋里头开空调，让它温度降得非常低，这样蚊子就不咬了。我有一个好办法，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留着鼻子出气儿。那就是包上被子。但是热呀。当然了，还可以使用这个驱蚊水。嗯。使用这个蚊香片儿。使用蚊帐，我觉得是比较保险的。所以昨天晚上我在跟蚊子搏斗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的发明人赶紧发明一款驱蚊的装置，来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个烦恼。那今天就有了这样的一项发明，咱们赶紧啊去看一看。发明人郑敏，发明项目驱蚊宝。郑敏，一个行走在苏州大学里热衷于创新研究的年轻女博士，同时也是位年轻的母亲，因儿子从小对蚊香中的化学成分过敏，而使她萌发了开发环保驱蚊产品的想法，从此开启了驱蚊的发明之旅。你好，我是我爱发明的记者何洁。那您发明的这个驱蚊的这个发明哈，那么肯定是您对这个蚊子具有一定的了解，您才去发明这个东西的。这个肯定的要的，因为你要知己知彼嘛。对，那么蚊子呢，它实际上根据蚊子这种生物的那种趋避性，它有喜欢的东西，有讨厌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蚊子白天不出来，所以它是白天怕这个光线中可见光的某一种光。那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蚊子这种特性，然后开发这种材料，这个材料到晚上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光，这个光蚊子很讨厌。那我们呢就做一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看看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到底有没有这个危害，以及它的这个驱蚊效果，好吗？因为这个我们在之前做过老鼠的实验嘛，我们可以再模拟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吗？可以的，给观众一个客观的一个解释。这可以的。好的。李教授，哎，你好，那个就是那个央视的那个何导，哎，你好，就是我跟你昨天电话中说的，我们要来拍一下这个驱蚊宝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影响，您都准备好了哈，帮我们准备了一些。郑博士，我们之前也说了哈，咱们这个驱蚊宝是无毒无害，对吧？是。那么针对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什么蚊香呀，或者驱蚊液，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小老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影响，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过来做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实验，好吧。蚊香和蚊香液是我们现在家里经常用来驱蚊的，但是小白鼠对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已经开始了是吗？我看这个已经亮了哈，红了。那我看到这个蚊香这块小老鼠，你看已经往脚脚里开始跑了，它不会再往这个中间区走了。它受影响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要看呢，如果是它的毒性比较大的话，它会受影响，可能会半小时啊，或者是短时间里会有，或者说也许毒性比较小，它时间长了，如果是一些毒物，接触的话，它会产生影响，从一般状况或者行为可以观察到一些表现。我们先观察半个小时吧。那行，那我们就在半个小时内，我们看下它的一个。
分别放进三个箱子里的小白鼠异常的活跃。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看到三种驱蚊的东西对它们有任何影响。蚊香会产生一些白色的烟雾，而蚊香液和郑博士发明的驱蚊宝并没有产生任何烟雾。不知道小白鼠们一会儿会不会还像现在一样活跃呢？我们的记者也在等待着观察。现在正是夏季，我们平时在家里也会用到各种各样的驱蚊装置。大家除了关注它们的驱蚊效果之外，肯定很多人也会更注意这些是否对我们的身体有危害。每个箱子里都有两只小白鼠，通过观察，小白鼠们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像之前一样活跃地钻来钻去，看起来都没有受到这三个驱蚊装置影响。我觉得好像有烟了。郑博士的驱蚊宝是无色无味的液体，除了有驱蚊的效果之外，就是它没有危害性，无论是小孩还是孕妇老人都可以放心的使用。不知道这个安全性的测试会是个怎样的效果，会像他说的一样吗？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白鼠的一个状况哈。我们看了这两只动物，两只小白鼠，少动，就这个蚊香，因为蚊香的燃烧使氧的消耗，也许会有缺氧的表现。缺氧的表现。驱蚊宝，看两只小白鼠活跃如常。蚊香液，这个好像，活动状况有变化，但不是也有不是很明显。把蚊香液和驱蚊宝都拿了，看一下它恢复的情况如何。好。大仙。拿走了蚊香和蚊香液，就是为了等待观察箱子里的小白鼠。在受到烟雾和液体的影响后，小白鼠的行为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灵活，是不是一会儿就恢复精神了呢？再观察一段时间，也许会恢复正常。观察两天会恢复正常是吧？分别放着蚊香、蚊香液和郑博士发明的具有驱蚊效果的液体，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来看看目前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驱蚊装置究竟会不会产生有危害的影响。我们把盖子呀都打开了，已经把蚊香和蚊香液驱蚊宝全部都已经拿出来了。对，我们也观察了一段时间，完了结果证明驱蚊宝是在任何情况下，你也看到了这个小白鼠的一个变化是没有任何的，对动物没有什么外观和行为活动上的异常。蚊香和这个蚊香液，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可能在这个狭小空间缺氧造成一些。今天呢我们这些呢也是做了这个测试是不错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进行这个驱蚊效果，安全性解决了，那我们驱蚊效果到底怎么样？您这个比他们这个还要好吗？那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驱蚊的这个测试好吗？行，那我们下一步我们来真正来驱蚊，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都是活着的，做出来的这个驱蚊宝放进去，行，好吗？那么大概多长时间我们能看看它的效果？这个的话，可以要观察一两个小时吧。我们在已经装有几十只蚊子的箱子里放上郑教授的驱蚊宝，看看一会儿蚊子会不会远离这个驱蚊宝。差不多两个小时了，但是好像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边的可能多一点点，不是很明显，对对对对，是吧？不是很明显，技术上还要改进，因为我们前面主要保证先保证它的这个环保安全，安全性是吧？对，安全性跟环保以后期的话，我们会在效果上加强，驱蚊是吧？郑敏发明的第一代驱蚊宝，因为过多的关注了它的安全性，显然对自身的驱蚊效果没有注意到。对于在大学里致力于研究的郑博士来说，实验室是他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第二个家。对于像郑博士这样的人来说，难题是他们研究的动力。说实话，我特别感谢家里的这种支持，就是尤其是我公公婆婆嘛，就是为了做这个研究哈，就没怎么照顾家里。
就一直在实验室，所以哎呀，我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但也特别感谢他们这种。郑博士你好，我又来了。你好，您这是在做第一代之后的改进吗？是的，因为原来做的那个第一代吧，还是有一些小缺点的，因为我们是靠这个纳米材料的这种发光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种合成出来这个就是经过调整配方以后，它这个晶体发光强度更强。我们现在做的话，就直接把它就装到这里嘛。哎，为什么换了？之前不是这个吗？为什么要换成葫芦了呢？去纹的功效也变的，因为它这种葫芦型的话，它对它的去纹效果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再去测试一下行吗？可以。把这个放到学生宿舍里面，看它去纹效果怎么样。方便吗？我在想。有人吗？你好，方便吗？做个实验。好的。平时你们都招蚊子吗？招蚊子。就是那个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蚊子蛮多的，经常老是睡不着觉。你们的福利来了，那么这个郑老师发明的这个驱蚊宝，然后想在你们宿舍做一个实验，好不好？就说的是看今天晚上这个蚊子会不会再来招你们。就放这里吧。就放这里。那么就我们明天再过来。看这个结果，你们告诉一个实际一个情况，好吧？好的。方便吗？有人吗？方便吗？郑老师。Hello， 你好。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晚上？效果不错，就是晚上的时候比以前睡得更安宁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个蚊子，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就是感觉特别骚，就骚扰吧，就蚊子没有那么活跃。就是感觉这个东西虽然说晚上有效，但是白天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昨天没说啊，其实它这个是要靠光，就是靠太阳光的这个激活的，所以它这个放的这个时间长以后，它那个光就减弱了嘛。所以它一定需要能量对它进行激活的。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昨天的时候放到阴暗着，它的光已经减弱了。对。然后没想到放了一晚上，它的光就更弱了。是的，它有一个衰减，不是很好了。是的。所以希望它有更好的效果。我们还是得要改进一下吧。对这个光的这个好像目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它的一个缺陷吧。忙完了吗？吃饭去吧。没呢。怎么了？还是这个老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测试下来，就是说在那个有阳光的地方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到了这个阴面哈，四度以下，还是效果不行。我研究出了一个新材料，它的波段跟这个相当匹配。咱们可以采用复合。你那边有材料？我那边有材料，一个新合成的。要不咱们去试一试？行，那咱们走吧。要不先吃饭吧？别吃了，赶紧的，我们先去试这个了，吃完再吃。走。正在为驱蚊宝发愁的郑敏，在听到同在大学里做研究的丈夫的一席话，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定要马上去实验室弄个明白。驱蚊宝阴面驱蚊效果不好，这对郑敏来说是个小小的打击，但是她相信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而实验室又再次成了她的家。这个苦心研究驱蚊的女博士能找到突破的方法吗？郑敏说，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而科学研究又来不得半点粗心和模棱两可。对科学抱有严谨态度的郑敏再次反复实验研究，观察每一次的测试结果，不知道研究会有效果吗？新的化学材料会不会对驱蚊宝的驱蚊效果有帮助呢？哎，郑博士你好。你好。哎，还在做实验是吗？是的。又多加了一个这个材料是吧？是的，这个主要是为了改进我们第二代的这个对光的依赖性。因为我们刚说了，在第二代也是有不少的问题出现的。就是在阴面嘛，这个效果不太明显嘛。那这次的改进是？这一次呢，我请了一下我们先生来攻克这个难关。哎，你好，对，王老师。王老师你好。他是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也是专门做纳米材料的。这你们一家的是一个博士一个博士后，好强啊！对，没错，在之前呢，第一代和第二代我们也发现了种种的问题啊。从我们的就是还是最主要就是驱蚊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对，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这个状态。是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又解决了哪些问题？我们在第二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纳米材料，也就是新型的纳米量子点。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量子点的这个材料哈、放进去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又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功能。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就是说这个底座哈，你看它是镜面，对，是吧？它可以照镜子的，是。然后这里面呢还有灯，然后用这个灯来进行驱动的，就是让它的活性更强，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太阳光了嘛。那我们去做这个实验看一下，可以效果。OK。那我们这次就是拿这个第三代再一次做以上的这两种一模一样的一个模拟实验，看看它的驱蚊效果。对对对。那它的第二代还是就说是在阴暗的，就是阴暗还有那个楼层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紫外线嘛。所以这一代的话，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在做改进。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10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灯关了，然后8:10再来看吧，过来看这个项目好不好？行。第三次做同样驱蚊效果测试，时间还是2小时。这一次信心满满的郑敏会看到他想要的结果吗？你觉得您这个驱蚊效果会怎么样？应该2个多小时差不多。看，基本上都过去了。那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驱蚊的效果已经达到80%-90%了。八九十应该是有的。那我们就去那种，比如说像家庭住的地方，或者说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对，蚊子是绝对多的。我们再实地去测试一下它这个真实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好的。第三次实验终于成功，但对于郑敏来说并不值得一提。只有真正在户外实验驱蚊效果，才会让郑敏觉得真正成功。实地我们也来验证一下，是、然后我也找了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好，因为它周围原来是那个芦苇水塘、所以蚊子特别多嘛，所以呢、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我进来感觉这好像像是个地下室、是吗？是这样子。你看一下，哇，你看这边，天哪，这蚊子多不多？天哪，这蚊子确实啊密密麻麻。我的印象中只有在什么水沟啊，或者说环境特别脏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的蚊子。这上面都有。对，已经看到蚊子了，是吧？对，我觉得我还没进来。这两个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这两个环境是一样的，看得出来了。我们也看到了，它这两边的面积以及这个蚊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两边对吧？是的。对，都爬满了蚊子。那么我们这次的验证呢，也就是来验证这个驱蚊宝的这个功效怎么样？就是把它挂在这边，那边不挂驱蚊宝吗？然后挂在这里，大概过了2个小时左右，我们再来看蚊子的数量。好，再一记就可以了，是吗？你要是都有蚊子，那么这边应该会，这边会少90%左右吧？就我们看看最后最终这边的驱蚊效果怎么样？行，好，那我们就2小时再回来看。2个小时回来看。因为地下室潮湿，周围环境又不干净，所以过道不同两侧都布满了很多蚊子。我们在一边放有驱蚊宝，而另一边什么都没有，依然是2个小时的测试，驱蚊宝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呢？怎么样？时间到了吗？差不多26了、27了，对，已经2个半小时了。那我去看看。好的。您觉得驱蚊效果怎么样？我觉得2个多小时应该90%以上吧，我们这牛吧，因为这第三代了嘛。第三代，但是咱这是第一代的这个实际证明。哇，没有了。对，这还有2个、3个。这还有2个、3个。跟我预计的差不多，我们差不多是吧？对，差不多。但我觉得驱蚊啊，驱蚊这个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90%了。因为这个蚊子，它有的蚊子呢是怕光，是吧？还有一些，因为蚊子多了嘛，有一些蚊子生物的习性，它有的对光不太敏感，像这几个就是可能不太敏感。对光不敏感的。那么还有一些蚊子，它可能是瞎子嘛，对这个视，对那个就是视觉不太好，也不排除是这样的。测试的基本上是这种半封闭式的空间，对吧？那么蚊子差不多就驱到了90%。那我咱们看看那面，我在想啊，这边没蚊子，是不是把蚊子都跑那面去了？我去看看那面，黑压压的一片，还有这么多蚊子。对呀。那么最终我们这个验证结果证明，
两个小时之前是同样的蚊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嗯嗯、是的。那么我们放到驱蚊宝那边，基本上蚊子是在驱赶了90%了。夜间空间属于半封闭式的空间。是。那么如果针对一些封闭式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这个驱蚊效果怎么样？而且重点就是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它会不会被咬？哎，对，是的。好，那么我们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吧，因为毕竟这次我们是没有人在这边活动，我们来看这个驱蚊效果。我们现在只是看数量，对吧？对对对。然后就是看被不被咬。对，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把人也加进去，然后在空间里去活动呀，或者不管干什么，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在驱蚊效果过程中，会不会被蚊子来叮咬？像我这么爱招蚊子的人，行，对吧？那我们去吧，我们找几个人去看看。我们找几个人，然后找个地方去体验一下。嗯嗯，我们看一下这个项目好不好？好的。嗯嗯，我们之前做的是半封闭的一个测试，是对。那么今天呢，我们找了一个封闭房间，我们来做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测试，就跟我们居家似的。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找了四位体验者啊。那你们见过这个郑博士发明的这个驱蚊宝吗？还没有，没有。那你们就是在没有验证之前，你们觉得效果就是会好吗？是比较期待它的效果能让我们不被蚊虫叮咬啊、嗯！但是我见旁边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眼熟的。我们在之前好像在你们宿舍做过一次实验。对，我之前是体验过的，嗯、就是那个二代的吧？对对 对, 对，体验过一次的。但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是吧？你还是被蚊叮吗？效果，对，效果，嗯，就是比那个没有放好一点，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吧？嗯嗯，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测试毕竟是在封闭的一个房间内哈，那么我们这个蚊子呢也都搞了一带过来了，对，都带过来了。然后那我们就把这个蚊子呢放出来，嗯，好吧，放出来后我们先不放这个驱蚊宝，我们看一下效果，嗯，肯定就是估计会有人会被咬。那么我们再把驱蚊宝再放进去，再看一下这个驱蚊宝放进去以后它的这个效果好不好？好吗？哇，这么多蚊子，我觉得我特别招蚊子，我估计一打开我就会被咬。来，我们打开吧。哇，好了，数量好多了，四五十只了。哇，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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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箱子，看着密密麻麻的黑蚊子，连我们的记者都害怕了。这么多蚊子同时放出来，大家都感到了担心。我这里被咬了。很快，我们的记者就被咬了。果然，大家都开始不停地挠来挠去。你们被咬了吗？为什么就我被咬了呢？因为你的血精好吃。满屋子的人都被蚊子叮得快受不了了。啊，你也被咬了，这已经肿了。呀，等会儿，看正准备咬呢，我拍死了。那这样子吧，那我把驱蚊宝放进来。好的。我们看在两个小时之内，在驱蚊子同时，你们谁还会被咬？好吗？就是取过来。嗯嗯嗯。哎呀，驱蚊宝来了，拿进来了。那么我们现在把驱蚊宝已经放到这儿了，灯已经开开了。那我们就两个小时之内记住时间，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时间是几点？现在是5:55。大家在被蚊子叮的都受不了的时候，终于拿来了驱蚊宝。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驱蚊宝能赶走那么多蚊子吗？你们还被咬了吗？没有，我感觉伸过去还好。对，过了半个小时了。盯住。那看来它这个已经起效果了。那我们再等等，但我也能看到蚊子飞来飞去。对。半个小时之后，大家都平静了下来，也没有再像之前一样觉得浑身都痒不舒服。虽然还是有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但是已经没有人再说被蚊子咬了。你都一个多小时了，你还是没有一处被叮咬是吗？对，没有。哦，你呢？你有叮咬吗？嗯，暂时也没有。那他就说明他已经成功的驱蚊了。对，差不多嘛，正好两个小时之内应该是可以的，可以达到效果。应该可以了。郑敏博士的驱蚊宝终于让大家不再担心蚊子的袭击了。只有我们的记者被蚊子咬，是因为他穿了红色艳丽的衣服，这样比较招蚊子。这也是其他人没有被蚊子再叮的原因。现在几点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蚊子了，感觉是吧？现在8:00多了。哦，已经八点十
15了，已经8:15了。没没啊，那就说在这2个小时之内，你们基本上都没被养。对的，都没被养。我自己博士始终没被养，所以我研究驱蚊比较好。所以说，也就是之前我是被养了，那么之后放了驱蚊榜，那就是还是比较。比较明显，明显就很好的驱蚊了。那么这次验证我们也能看出，就是驱蚊效果是非常好。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实验，您还满意吗？啊，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比较满意的。那么我们这次的验证也是成功了。耶！郑敏发明的驱蚊宝，利用纳米材料的特殊性，制作出一种安全性能高、老人、小孩甚至孕妇都能用的驱蚊装置，安全有效地驱除蚊子。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都可以将蚊子驱除，解决现有驱蚊装置安全性的问题。郑敏发明的光子驱蚊宝是利用纳米材料的发光与蚊子的生物特性相结合，达到特殊的驱蚊效果。纳米材料具有其独有的尺寸效应和比表面效应，在物理化学特性等方面与常规材料不同，因此利用纳米材料发出的短波光子来进行驱蚊，我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郑敏发明的光子驱蚊宝能够实现一种真正的健康、环保、节能的驱蚊方式，值得使用。此外，我希望该产品能够使用一些不易碎的外包装。另外，是否可以考虑在野外使用来拓展它的这方面的性能？我们看到啊，郑敏博士发明的驱蚊宝呢，确实还挺管用的。我打算啊，来试一试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呢，再去看一项发明，这项发明也与驱蚊有关。不过嘛，这个驱蚊的地方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咱们赶紧啊，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那个我们是我爱发明栏目的。啊，听说您跟我们说这个咱们这养猪遇到点问题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面在这不待了2年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季节夏季的时候，一直受蚊虫的叮咬，反正每年都是很严重的。这个蚊子对这个猪的影响很厉害吗？因为蚊虫这块，第一个是对疾病传播有一方面，第二个是蚊虫叮咬以后，猪的长势会减少一些。第三个就是说，蚊虫叮咬以后身上起包了以后，对销售这一块会有些影响。啊，因为同样的猪，如果要是白白的、身上干干净净的，卖的可能要价格高一点。对，同样的猪，好好的猪，它卖的价格也会低一些。啊，那刚才听您说这么多，就是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太了解。要不然咱们去猪舍里边看一下，好吧？啊，好的，好的。那行，那您带我们进去一下，好吧？好的，好的。哎，走。没想到这小小的蚊子竟会对猪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不仅影响销售，更有可能造成疾病的传播。可是为什么这养猪场会招惹如此多的蚊子呢？进入猪场前，所有外来人员都需要穿上特制的防护服，以防止病菌的传播。穿戴整齐，我们的记者赶紧跟随陈厂长前往猪场一探究竟。我看它主要是因为它本身这边天气就是这样，而且它这个环境比较差，很容易就是招蚊子。对，是吧？因为环境这一方面，这边就是湿度又大，下雨，现在这个没有夜干罐子，水外面水又多，外面杂草，猪舍里面因为猪场里面杂草很多，杂草水是就是很容易生蚊子。原来这猪场由于环境限制极易滋生蚊虫，一到夏天，这里的猪都要忍受着密密麻麻蚊虫的叮咬，极其影响小猪的生长。其实呢，您刚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蚊子啊对猪这个影响，是那您给我们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我想通过你们这个栏目，看这种栏目有没有类似的像驱蚊的或者是抓蚊的这个装置，把这个蚊子把猪场里面这个受蚊虫叮咬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你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专门这个畜牧业上用的这种灭蚊的装置。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哦，是这样。哎，对对对。确实，当时咱们在猪场的这个蚊子确实挺多的。是是，因为环境是这样放的，环境也不好嘛，蚊虫生的也比较多。嗯。了解了陈厂长的诉求，记者马上回去查找资料，
可是市面上关于灭蚊的装置虽然不少，但是多数是家用的，能够针对养殖业的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记者想起4年前曾经有一位发明人发明的高效灭蚊灯参与过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他有办法解决猪场的问题。想到这里，记者赶紧联系发明人，得知他最近正在对自己的灭蚊灯进行改进，于是我们赶紧去他的住处去看一看。发明人施金池，发明项目新型灭蚊灯。哎，你好，施金池家吗？哎，哎，您就是施金池是吗？哎，对，我就是。哎，我是我爱发明栏目的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组的。哦，你好。听说您有一个这个灭蚊灯，我再了解一下。那、no, 我就这个。啊、我刚才在弄的那个，对，这是您自己灭的？哎，对对对，自己家里灭的。嗯，那您这个灯是怎么工作的呢？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呗，好吧？我这个灯主要是那个叫那个光谱的，那个它发出来的波长啊，蚊子很喜欢，喜欢就把那蚊子吸一个引过来，引到那个周围，再把它吸到那个里面下面去。对，我看后边这还有一个这个。这是风扇是吧？对，这是用来吹风的吗？还是干什么的？不是吹风，它是因为它的那个风洞原理，因为那个蚊子啊，把它如果给它悠过来的时候，在那附近的话，去把那风啊给它吸的啊。它是吸的是吧？用吸的，用吸的才吸到那个柜子里面呢。用吸到那个柜子里面。吸到柜子里面。所以说我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那个防盗装置呢。按照这样子那个设计的话，它是有来无回。发明人的一代灭蚊灯由引蚊灯、风扇、收集盒、防逃网四部分组成，利用蚊子的夜行性和趋光性两大特征，用紫外光吸引蚊子，同时加装在灭蚊灯中部的风扇提供吸力，将蚊子吸入收集盒中，而位于风扇下方的防逃网可以有效防止蚊子逃离收集盒。那个行，试试我刚才您这个介绍了一番，我们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不然咱们找个地儿就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您看行吗？行啊，我把这个反正里面就没有，我们把那个挂在这，挂在这就晚上就知道的了。就挂那个里是吧？就挂这是知道的了。老师想要先对这灭蚊灯进行一次测试，在自家的客厅挂上一晚。蚊子被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每年的致死人数超过72万人。通常雄性蚊子只吸食草汁花蜜，而雌蚊则必须吸食血液以保证后代的繁衍。而这吸血的雌蚊就是登革热、疟疾、乙脑等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尤其在畜牧业中，小猪很容易因蚊虫叮咬感染乙脑造成死亡。那么老师的灭蚊灯究竟能否捉到蚊子呢？没想到这灭蚊灯才刚挂上去不久，就已经有蚊子被吸引过来了。蚊子们好像对这亮光很感兴趣，不一会儿越来越多的蚊子聚了过来，看上去这灭蚊灯好像还真有些效果。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亮光周围的喧闹好像逐渐消失了，不知道第二天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呢？大家看看这一晚上效果怎么样吧。今天晚上看看怎么样？家用的这个，咱们我还有还比较多，少，很多啊，家用这还多、啊，这我看还有动物呢，那行，咱把它拿下来看一下，行，先关了，不少了，我感觉，不少，这个如果是那个高峰的时候，比这还要多的嘞，多、啊，比这多，你哪去啊？这是，你要么就屋里干什么？这外面有风。行，咱们把它这个拿下来看看。咱到看看呗。到。哟，这不少了。嗯。那咱们这一个家庭里边能弄这么多这个蚊子呢？
我那个大门开着，我那个大门开着的话是一到晚上啊，它进来特多。这里大概有多少只？这里啊，这里大概总有200多只，起码有200多只。这里还有活的。对，这还活着呢，我看。嗯，还动呢啊。嗯。估计是刚抓的，估计是。嗯，他早上抓的。行，我看咱们这个家里边使用这个效果还挺好。要不然这样，咱去他那个猪场里边看看你这个灭虫灯效果怎么样，好吧？行，那要不去试一下？行，走吧。陈院长，哪位？你好。哎，你好。你看我今天给您带来一个牛人，咱们试试我。你看今天我让他拿来一个他的这个灭蚊灯，看看能不能解决您这边这个咱们养猪场这个难题。啊，好的。那行，要不然咱现在就是让师傅咱们三个一块去猪场里边看一下，好吧？嗯，好的。把这个灯挂上去。好的。在陈厂长的带领下，我们再一次来到猪场。与上次不同，晚上的猪场每只猪身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仔细一看竟然全都是蚊子。这老式的灭蚊灯在蚊子密度如此大的猪场还能否有之前的效果呢？可以工作了，现在可以了是吧？这个的话，如果猪场的话，你到第二天的话，肯定能扎满的。能扎满是吧？肯定能扎满。下边这个铁丝网基本上能满了是吧？肯定能满的。我不知道它满的这程度怎么样？你看今天晚上它那个蚊子这么多。哎。你看它们都进去了。慢慢进去了。你如果把电灯关了的话，它速度很快的。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看到有蚊子开始往这边走了，已经走了。你看他猪身上这么多包的话，他一会儿就进去，一会儿就进去了。行。要不然咱就先在这搁着。可以。明天早晨咱再来看效果怎么样。可以。虽然之前在家里测试时蚊子成功的被灭蚊灯所吸引，但是与之前的验证条件不同，猪场里的近百头猪对于雌蚊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么面对光与吸血的两种诱惑，老师的灭蚊灯还能发挥之前的威力吗？这咱们经过一夜，咱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它这个灭蚊灯。好的。走。走。哎呦，我这看着还在工作着呢哈。灯还亮着。亮着呢。我这有时看着这个效果不好。哎，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一下。这不多吧？你看，不，你这不可能啊！这之前你自己来看看，这基本没什么蚊子吧？哎，这怎么多？我们来看看，风扇堵住的。哎，这风扇怎么不转了？这风扇堵住的嘛？这是那不可能。这里边都不多，反正是。蚊子一点点的呀。怎么风扇堵住的呀？哎呦，全是蚊子啊！全堵在上面的了。哎呀哈！全堵在上面嘛。这全是死蚊子是吧？哎呀，蚊子要捏住的嘞。啊，他把风扇给粘住了是吧？风扇捏住的，这里堵住的，然后风扇捏住的了嘛。哎，我说他怎么不会？这么滚。开关在哪？我们关了。风扇都捏住了，风扇都不转了，这都。我堵在上面了。虽然风扇被堵住了，但是这蚊子看上去好像也不少了。那么猪场老板能满意吗？这点蚊子对猪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对，太少了。像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就是不满意的。哎，这样的肯定是达不到什么效果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事情我考虑过，本来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弄成这样子的。测试失败后，
老师始终无法平静，他想不通为什么之前运转良好的风扇会被突然堵住。特别惊讶，因为第二次的话他那个猪场里面蚊子啊特多，因为我当初的话我们那个我哥他们养的几头猪啊，他说多多多啊，孩子都多不过那个他们大型猪场，一下子那个装置就堵住啊，后来就没扎进来，对我那个打击很大的。回到家后他马上着手研究，既然问题出在风扇上，那么就从这里下手。原本他将风扇放在中间位置，是害怕蚊子经过时吸力不够，蚊子经过灯口时无法将其吸入盒中。如果将风扇放到收集盒下方，那么就必须提高风扇的功率。想到这里，老师抓紧时间开始研究。经过了三个多月的不断测试，他的二代灭蚊灯就改进完成了。哟，师傅，你在这弄你那灯呢？哎，之前你给我打电话说您这二代灯搞出来了啊？哎，就这个灯啊，这是您新研发出来的这个灯？哎，对。之前咱们那个一代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能把它搞。因为把那个风扇啊，那个位置啊，把它位置移到下面的了，类似于我们那个吸尘器的那个原理，所以说远远不会堵住。上面一个斗，上面的斗啊，把它立在上面，那么蚊子啊，它这样子啊，悠过来吸进去的时候，悠过来它进去的时候，全部在这个斗里面，绝对风扇不会堵住的嘞。那这次您觉得咱们要再去猪场测试一下的话，效果能比之前那个好？绝对好，绝对把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行，要不然咱再去一下，可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好吧？可以。要不然咱走吧，好吧？好的，走。嗯。妈妈，爸爸又提着个摊子，给我的出去了。这次不是那个灯已经弄好的了，我们去这几次猪场那个试验一下。我跟你苦了十几年了，以前过得这么艰难，一年的日子比一年好起来了。小孩读书要花很多的钱，你还要去赚这个东西，开一个模要很多的钱，你不想一想以后我们日子怎么过？这次绝对没问题，这次放心。反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成功的话，你看我们该怎么过？你放心了，回去吧。你去吧。面对妻子的反对，老师也是有些无奈。他告诉记者，过去他曾经是一名厨师，工作稳定，收入也还不错。但是后来，由于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离开灶台，靠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生活也算和睦。可是，自从他开始发明灭蚊灯之后，问题就出现了。生意也不去做的了，全部要么在家里白天睡觉，晚上搞蚊子，搞到深更半夜的，他反对死的嘞。你生意不做啊，每天那个晚上去搞这东西，白天又不去做生意，包括父母都反对。虽然家里人都不支持，但是为了自己最初的发明梦想，当天晚上老师还是带着他的灭蚊灯再次来到了养猪场，希望再进行一次测试。又过来了啊！您是休息了是吧？啊，准备休息了已经。啊，是这样的，这个之前他那个老师施师傅这个灯啊，不是在咱们猪场里试了一次吗？对，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之后他回去呢改了改，这又拿了一个新的，要不然他还想在咱这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他就不用试了吧？上次试的已经信心本来信心很满的，看试一下挺失望的。这一回你放心吧，我把那个下面这一部分已经给掉了，上一部分已经没有给掉，因为上一次那个风扇还是放在上面，它全部绞死了，由于蚊子一多的话就绞死了，所以说我现在把那个储蚊柜啊，那个、放到上面的，放到上面的那个风扇就弄到下面的，类似于我们那个吸尘器的那个原理，它这回风扇绝对不会堵住的。那好吧，那带你去再试一下吧。啊，谢谢，好嘞，在老师的一再恳求下，我们又再次来到了猪场。
跟上次相比，这里的蚊子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么，这只是改变了一下风扇位置的灭蚊灯，真的不会再出问题了吗？陈长，你觉得他这次能行吗？这次打个问号，还是问号是吧？对，我要看结果。华哥绝对没问题了，嗯。行吧，这是明天开始炸多少的问题了嘞？那咱还是再等着呗。好的，再等一晚，看明天早晨咱们再来。好的，效果怎么样？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走吧，走。再次挂上灭蚊灯，等待蚊子自投罗网。这灭蚊灯挂上还不到五分钟，已经开始有蚊子被吸引过来了。一开始，蚊子对这陌生的东西还心存警惕，只敢在远处飞来飞去。一段时间之后，放松了警惕的蚊子越飞越近，已经进入灭蚊灯的捕捉范围了。这时，风扇提供的吸力迅速将灯口的蚊子吸入收集盒。此时蚊子只能在收集盒里苦苦挣扎，却再也飞不出去了。可是这么多蚊子一起涌入灯内，这灭蚊灯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再出问题呢？这次看看它这次效果怎么样。好吧。嗯，好的好的。紧张吗？现在紧张，万一再失败了呢？我想这一次可绝对不可能，这次不能了。嗯，对对对，不可能。没堵住啊？是吗？这个绝对不会堵住的嘞。这次改下边了吗？哎，那风还这么大，你看。嗯嗯，对对对，把它打开拿出来看看。看一下，哇哇，哎呀，这么多啊！哎呦，我的妈呀！嗯，这个，你看，你看镜，李镜子，你看。这不就对，你看里面，哇，你看，哦，这全是蚊子吗？全部是蚊子。下面这个盖能拿开吗？能拿开，来，我拿开。哇，怎么跑出来的？我这盖上。这得多少啊，陈站长？这数也数不清。这上万了吧？应该。应该不止，蚊子太小了。我的设计当中的话，这个得赞美的话，扎到这的话，大概是6两，这应该有4两多，4两半差不多。4两半的蚊子。4两半的蚊子。我的妈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蚊子。嗯。陈站长，您看啊。啊，这样的就可以了。这次不错啊。竟然一晚上就抓了4两半的蚊子，要知道。一只蚊子的重量也就在2到3毫克之间，4两半就将近22万5千毫克，也就是近90000只蚊子。这样的成绩，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看你进来的时候心情也挺紧，也挺紧张，紧张的是吧？嗯，又怕他那个出了问题，万一出了问题，不是丢了面子的？我跟你说，这一看效果，这家伙，你看。你看那个风扇，那个一点都没堵住。嗯，现在就好好的。对对对对，嗯，这么小小的个改变，解决了大问题啊！哎，嗯，像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你看陈站长，这回您觉得满意吗？这回肯定满意了。石金池发明的新型灭蚊灯，利用紫外光引诱蚊子，加装在灯箱内的风扇提供吸力，将蚊子吸入收集盒中，使其风干，以达到灭蚊的效果。在研发过程中，面对蚊子挑战，进一步改善灭蚊灯，最终通过了重重考验。石金池发明的灭蚊灯，利用风扇吸力来捕蚊，利用自然风干的方式来灭蚊，应该说构思很巧妙，效果也不错，特别适合在大型农场使用，降低蚊子传染疾病的危害。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可以提高它的智能控制的功能，来增加它的适用性，那样的话会更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栏目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谢谢庞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欣，下期再见。力大如牛，气质乾坤，一只钢铁铸成的巨兽，一个力量与机敏的完美组合。上陡坡，下泥滩，不怕困难险阻，金刚不坏。是什么样的机器如此特别？它能完成哪些不可能的任务？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神威大力士。